闺蜜竟然想让我当她的儿媳妇，看你当了这么久，待会儿给你介绍个帅哥哦，应该快到了。我咋不信呢？来了，在哪里？哦，真的太糟糕，跟踪又被发现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超安静。他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帅的小鲜肉？这就是我跟你说过我的继子啊。原来这就是集美的继子啊。不过介绍给我不太好吧？你们聊吧，我上个厕所。一起。姐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这咋突然问这个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好的。你多大了？19岁。我大他6岁。集美还介绍给我，真是无语至极。我寻思着这还能怎么样？我还有事情走了，先溜为敬。等一下，其实我想让你考虑一下我怎么样。就大可不必。可我们才第一次见面。小弟弟果然不靠谱，刚见面就表白。可我不是第一次见你。什么？我就说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算了。七啊，小屁孩的承诺才不信呢。好饿啊。来了。我姐。他怎么也来了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都没有发现呢。集美的演技能再差点吗？齐娜来了，那就进来吧。好。真是无奈。干嘛呢？这真是无语。你真的不考虑跟他在一起吗？太小了。哎呀，年龄算什么？再看看吧。估计他也坚持不了多久。那个，你昨天的口红色号看起来不错，那我试试呗。好了，我去给你拿。What？ 什么鬼啊？门好像开不了，这是什么？好。对啊，你有手机吗？在客厅。这下好了，我在客厅。好安静。你干嘛？有事没事？你别怕，我不会对你说什么的。七啊，亮你也不敢。你饿了吗？那不然呢？那我可以叫金子玲姐。说好的在客厅呢？那我们开门。那你倒是叫。不过。你要做我女朋友吗？不行。What？ 好家伙，跟我玩这招！哼。我答应行了吧？好，不过以防你反悔，还是来录个音吧。你多损呐！行，看姐姐，我以后不打死你。我们在一起了哦。没想到，恭喜啊！有一天会被自己亲闺蜜给卖了。那我先带汪汪姐去吃吧。你请看。狠狠宰了这小子一把。汪汪，哦豁，我的救星来了。亲爱的，好巧。看谁啊？说出来吓死你。他是我这周新交的第三个男朋友。对。什么？汪汪姐。急眼了吧？那好像第几个呢？挺突然的。不是，这是你该关注的点吗？第四个呗。那你前两个在哪呢？别让我见见呗。这。前两个分了。那我就是第二个啦，那也不亏嘛。这他都不分手的。你不生气？生气啊，汪姐，我跟他，你必须选一个。13。那我肯定我知道你肯定会选我的，不过为了公平，我要跟他决斗一下，免得他觉得我欺负他。口气倒挺大，大可不必。没事的，谁呢？谁都是汪姐的正牌男友了。这孩子不到黄河不死心，对吧？给我一个就行了。之前可没说过要决斗啊，这得加钱啊。好家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朋友。压死啊你！行，说吧，比什么？好，起来吧，三局两胜，来。什么玩意？我的幸福靠运气。那就我刚才说的是。什么鬼？
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唧唧歪歪说啥的？嗯，那小子不错，值得考虑。发生了什么？他既然退出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正牌男友了。执行法案，我可没同意啊。那我不管，赶紧回你家去吧。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做了你的男朋友，应该陪你吗？不用不用，没事。杨、啊、下。真就一直跟着你。今天不上课吗？今天周末呀。哦，忘了。难怪这么闲。哦，哈林。嗯。嗨。你跟你小姨逛街啊？啥玩意？啊？怎么小姨是我女朋友？啊？不是吧？我以为是你阿姨呢。我特。小妹妹，她是眼睛不太好使了。对不起啊，姐姐看起来很成熟。意思是说我老。我们走吧。哎，你们去哪？一起呗。倒想看他想整什么幺蛾子。行啊，不过我有点渴。大林，你去帮我们买点水呗。好的。你把他支走是想跟我说什么吗？没什么呀，不过我知道你不是他真的女朋友，他不可能喜欢你的。嗯？为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哦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再见。我可以摆脱他了。Nice。王姐，你怎么了？锦锦叫我来的呀。啊？又是锦美搞的鬼。嗯。啥玩意？吩咐语。就知道吃。我告诉你，你做这可以，但不许打扰我。哦，放心吧。王姐，干嘛？啊？那我是吗？你睡这儿。哦，那我是群哥，是不是？想都别想。这小孩想的真美。言无耻之人。王姐，那个有湿毛巾吗？浴室里面有。好的，是真多。油腰干嘛？王姐，那个洗着呢。你他喵的不会整吗？厨房冰箱旁边。做事多。王姐，那个袜子。王姐，王姐。到底要怎样？怎样就五点。总算是结束了。晚安，无 CDC。王姐，醒了。嗯。不过你看起来很脸色不太好。哦，没事，就有点头晕。头晕？这么烫？你发烧了？可能吧，没事。你要去哪？上班，不许去。啊？那干嘛？跟我回房间好好躺着。不想离开，当你说还有你在。嗯？你再睡会吧，乖。脑子被人家了。